而突然間出現了一大批嘅防暴警察咧，係令人感覺到恐慌同埋恐懼啊！係令人感覺到恐慌同埋恐懼啊！全部學生嚟嘅，全部年輕人，一次清場比一次清場離譜。今日開埋入嚟商場，有冇搞錯啊？有冇搞錯啊？咩事啊 ，Sir？ 你睇下，我邊講咩事啊 ，Sir？ 我先打電話先，打上嚟。我兩白車，我兩白車啊，你明㗎？